包容一切，心如大地，忍受一切啊，因为自己得到的都自己做来的，你心里平静，平静而来忏悔念佛就很有力量，千万不要抱怨对立不接受，那念的佛号就不够力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所以有些一直怀恨，某一点怀恨不甘愿，他的病就越来越严重，而且会拖得很久。所以我想学佛教叫我们无我啊，空性啊，安忍啊，这样就可以消除自己很多，而且可以帮助对方。像我现在在练习什么，就是说练习这个人不会修，但是我来替他忏悔，我来替他，我在练习这个。但是要练习这个，一定要让他的冤亲债主感受到我对他的爱。所以有时候我故意的，我就去问那个善知识，这个人的冤亲债主跟我什么关系？一问都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不可能没关系的。我就套这个关系跟他，啊，让对方觉得他跟我有缘，然后我来做中间者来帮助，这样来跟他解散。因为对方他不懂得超度，他也不会，但是而且要做到，你想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啊。同一个飞机，同一个车上，你就尽力的替对方回向。但是重点是你要保持一个空性平等的，刚刚讲的大慈悲心的十种心。如果家里的家属自杀，房子要如何超度？来，法会功德回向陈英豪。我很喜欢念缅甸佛教有一个，来，孤伟大菩萨。因为这位孤伟大他有发愿，任何有自杀的地方，那这位孤伟大翻成中文什么我不知道，他会引领他到一个好的地方啊，就脱离现场，然后呢我们再来为他念阿弥陀佛超度，这样啊。那当然自杀经常念，来，南无不动如来啊，除了念南无不动佛，你帮他要跟他说法，要跟他说法，自杀有自杀的一个心态，但是你不要苛责他，你要安慰他，安慰他啊，让他觉得你对他的重视，然后呢感动，慢慢的就可以离苦。来，法会功德我向所有自杀者及其冤亲债主，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。我再讲一次，嗡就是我们把诸佛菩萨包括五方佛的力量放到你的心，然后哄的时候就给了对方啊，那你是嗡啊哄啊，所以我们的心更得到很多的价值啊。再来，法会功德我向邱玉莹，因为他做了三次脑癌手术，结果现在又长出来又有忧郁症。我想脑癌就是用脑的问题，你用脑的方向正确就不会有脑癌，你用脑的方向错误，处心积虑啊，或是去设计什么，或是去强迫什么，抱怨什么，就很容易。当然也包含了过去有伤害到众生脑的因，所以有脑癌患者最好的方法是救那些要被破脑的猴子啊，被打头的动物，先这样救。那再来，你自己保持一个好的念头，好的念头，如果做不到自己多念佛啊，多观想佛，转变自己的脑筋的思维方向，就是好的念头，好的念头就不会有坏的细胞。再来，法会功德，他说他的爸爸跟他弟弟一起往生了，但是他们是基督教，而我女儿要念什么经？超度不分宗教，超度是希望对方脱离痛苦升天，愿意升天就升天，愿意往生净土就往生净土。所以你用你的，我认为念地藏经，乃至你念玫瑰经，乃至你念基督教的圣经，你只要用一个好的动机，对他们都有帮助啊。当然我们念佛经是为了达到就近解脱，但是如果神明的经典，他至少有神的加持带他升天啊。所以来，法会功德回向此父亲及弟弟啊，南无五方如来，
慈悲超度。再来，如何在工作的时候如法的受持八关斋戒，特别是做销售服务、管理阶层、管理员工的时候，这是没有差别。因为平常我们管理员工是用一种苛责啊，希望他啊达到业绩啊，但是今天你守八关斋戒呢，是用一个悲心安慰他、鼓励他，这个叫修行啊。所以工作的时候，以前是为了赚钱，今天工作的时候是为了服务，你就改变了一个清净心啊，再把工作变成一种服务，你会发觉，哎呦，守八关斋戒那一天赚大钱哎，啊，因为你动机改变了，这是我的体验，我真的是这样体验啊。所以我很喜欢带着公司人守八关斋戒，不出门都发财啊，因为八关斋戒的功德。好，他说他有牛皮癣，很久都不会好，皮肤病最主要的业因是男女的性行为太频繁，邪淫的果报，这是皮肤病的果报。再加上你可能喜欢吃跟动物皮有关系的鱼啊、海鲜啊，他们要被扒壳啊、扒皮，所以当然首先你要多守八关斋戒啊，八关斋戒可以那一天断淫欲嘛，啊，这样来忏悔，然后放生啊，你就开始不邪淫吧。念一下南无清净光如来啊，像我这个人就没办法，我有时候连上台讲课都会痒。现在比较少了，为什么？这里面有假设过去是我跟人家协议的那个女生来参加法会，那看到我又在想那个事，我就痒了。我已经找到原因了，但是重点是我有这个业，他有那个动机，就会造成这个问题，所以这个时候啊，自己忏悔啊，多供水啊，对不对？南无清净光如来啊。但是欠人家就要还债啊，怎么办？替他供花供糖啊，对不对？替他布施。好，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我是副总统陈建仁。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政府无分中央甲地方，拢为着疫情的控制在打拼。我们要感谢全国所有的医护人员为台湾坚守防线，全力做好工作，让大家可以安心。我们也要感谢接受隔离和检疫的民众，为着疫情的管理和控制，配合政府的规定，牺牲短时间的行动自由，为台湾的疫情提供最关键的帮助。不管是防疫医护人员还是一般民众，都是协助台湾对抗武汉肺炎的影响，咱大家爱互相勉励，互相加油，团结一心，为守护台湾来做伙打拼。
我们要布施药啊，因为现代的人大部分呢，这个身体生病了，一直病到往生，这拖了好几年，所以他就执着我的身体还在病苦，所以我们布施药给病苦众生，甚至被切割屠宰的动物道众生，然后这种布施力量很大，然后自己可以修慈悲心、菩提心，又可以消除病苦。他们现在给你的一包是真实的药，里面是中药，外面呢有一个咒语，这个咒语很重要啊，我们叫十万解脱咒啊，十万解脱咒，一般往生者都会盖往生被的时候一定有这个咒啊。那我们希望这个刚透过这个啊，加上药的布施火化的时候啊，那他们呢能够往生净土。啊，执着生病的能够放下，不再生病啊！如果各位今天刚好身上有带药来最好，等一下我们要亲自去布施，那边烧了一个小小的火啊，然后呢，各位就把它等一下要亲自去布施，然后如果你刚好带你吃的药最好，头痛的人布施头痛药，这个就佛教的原理，胃痛的人布施胃药啊，把那个塑胶的拿掉，如果中药就更好了。放到火里面，他们加牛奶，它产生这种药的味道烟，然后随着风吹出去啊，这些众生身上就离病苦啊。所以我讲点香本来就是天天我们的点香啊，事实上香有各种的功德。六十三页各位看到了药师七佛，然后我们现在大家先升起大悲心，念着阿弥陀佛吽，希望你把你生病往生的朋友想一下，招请他们一下，一级一切并不是招请他一个，你的爸爸是因为肝癌死掉了，所以你因为你爸爸你升起那种感动，把这个感动变成慈悲，愿这个世界所有肝癌往生者都得到利益，这才是佛教的方法，一级一切啊啊！你的先生是阿公是癌症往生了，这个世界多少癌症往生了，但是你要升起悲心，最好的对境就是你爱的人，所以你想到你爱的人他得癌症往生，哎呀，你有时候会掉眼泪，然后把这个爱扩及一切，就变成慈悲，所以愿所有因为这样而往生者啊，甚至被堕胎的胎儿、生病死掉的众生，都能够离开病苦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背后，各位想着各种的啊，老牛被杀，这些鸡啊被煮啊被切啊，人类死亡啊，战争被切割啊，等等啊，愿他们都能够得到这个药的布施、甘露的布施，今天法会放生啊，大家听闻佛法的功德都要给他们。大家念六字大明咒，升起大悲心，念一下：善思如母众，难忍无量苦，意念昌生情，世世永不离。好，升起大悲心来，最好观想自己的身体变成观世音菩萨，很大很大啊，然后呢看到所有受苦众生像自己的母亲一样，所以我们要布施给他，愿他离苦。愿所有各种宗教往生者，各种被堕胎胎儿、被屠杀动物众生，都能够得到法会功德，无病无苦，得到甘露，得生净土。山林就像